郭台铭董事长教这么多的媒体记者怎么做新闻，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可笑的，因为你没有比他们懂媒体。但同样的，我黄伟汉要教郭台铭董事长怎么赚钱，那更可笑，因为我你是首富，你懂怎么赚钱，我懂什么是媒体。但是显然郭台铭董事长三不懂，不懂媒体，不懂人性，也不懂感动人心。想要观点来品观点，欢迎收看伟汉观点。各位网友大家晚安，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观点非常简单，叫做郭董三不懂，不懂媒体，不懂人性，不懂感动人心。好，那最近很多人从这个黄伟汉是侯黑啊，黄伟汉是柯黑啊，又已经变成黄伟汉是郭黑了，哪一天变成赖黑我都不知道齁。但是郭台铭董事长的种种齁，总是当一个媒体记者出身的评论员，我要讲给大家听嘛齁。郭董三不懂，先跟大家说，郭董在东门市场发脾气那一天，他的谈话让我完全清楚了解到，郭董你不懂媒体。你们敢登这句话，我觉得你们回去，那我就以后再接受你们的访问，不然我以后再也不接受你们访问。因为你们去接受你们民意跟党意，然后告诉你们老板，告诉你总编辑说这个能登那个能登，不是你们不是真正反映主流民意。郭董生气发飙骂了八分钟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他觉得记者对他不友善。200桌我敬酒了快2个钟头，他们喊出，你们去看画面，你媒体都有知道。后来我看到主流媒体通通剪掉了，那么我只有讲说，媒体都应该有良心的，你们也都看，那你们被剪掉，你们为什么？那我没有办法，只有找到自媒体自己去发声。敬酒200桌没人报，郭董你去回去看，不要讲新北市那一场，台北市建国高架桥下面的建设工会的时候，我黄伟汉就有在节目上面讲了至少3次。郭台铭留下来敬酒敬了1个多小时，非常认真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我看到这件事情？因为媒体都看到了。那你今天讲的是说，为什么我去新北市没有人报，你还生气骂记者，对不对？来，容我跟郭董还有今天看我伟汉观点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。你可能是郭粉的齁，那你想说为什么伟汉哥说郭董不懂？我用事实证明郭董真的不懂，不懂媒体。那天是9月3号，时间是晚上，新北市建设工会的这个就是参会。那郭董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各电视台各媒体白天上班的记者跟晚上不一样吗？白天以我来讲，以前我服务的电视台白天多的时候曾经有到12组啊，可是后来缩变了，变5到8组，各个电台不一样啊。但白天也有个5到8组嘛，好，有小台一点的可能5组，大台一点可能8组，还有10组。为什么？跑市政的，跑国防的，跑总统府的，跑国民党的，跑民进党的，对不对？他政治线记者立法院还要3组以上才有办法，不然谁要去捞鱼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就是白天上班的记者多，那你现在是总统参选人嘛，不是财经记者跑，你是政治记者哦。晚上你去新北市建设工会，郭董你知道吗？那一天各电视台的记者晚上6点以后只剩1组人上班呢，那个叫小夜班，好，上班上到晚上12点1点。所以小夜班你的行程6、7点等等，那他晚上180你的 SOT。好，我讲得很精确了，什么叫 SOT 哦？就是大概1分30秒的新闻带，里面要有记者的过音，要有记者跟摄影师拍回来的画面，要剪接，还要上字幕，那个叫 SOT。那因为现在大家记者很辛苦，有时候中午2条，晚上2条，他1800的 SOT 第二条都还没做出来啊，他根本没出门啊，你懂吗？你去新北市的建车工会现场，你抱怨大家没有拍你去敬酒，为什么没有拍？我告诉你，因为那已经是你那一天的第3个行程了。白天已经做过你郭台铭的新闻了，晚上你有行程，有没有去？有没有记者去？你自己有看到吗？有嘛？那你有没有发现说都是单机摄影 SNG 4G 包？因为文字记者没有时间来啊，我这样讲你清楚了吗？你不懂媒体啊，你身边到底有没有懂媒体的人跟你讲这些啊？所以那天晚上其实记者是少的。那会有个夜班主管，我以前当了好几年夜班主管，他会问啊，现场有什么事吗？比如说有人跟你呛虾上新闻，比如说有人跟你下跪上新闻，比如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喊动算，那就好了，把它并到1800那一条 update 就好了。那你希望 update 大家就是抓你的 bye， 就是你讲话的内容，换个5秒10秒，就这样而已。除非有出现状况，除非有人给你泼水啦，啊，你知不郭董？那你如果希望大家把敬酒的画面放进来，很简单，你到了现场，你先去敬酒，现场100-200桌，你先敬个3桌就好，跟媒体朋友，而且你要熟啊，一来阿豪、美姿，哎，你们也来哦，来，我去敬酒，他们就拍了。你跟你的跑的记者你都不认识，人家怎么帮你拍？所以拍完了以后，你再讲话。
要不然你先讲完话，我跟郭台铭董事长报告哈，引得浪杠啊，你以为他很闲哦？你在那边敬酒两个小时，大家骗你两个小时哦。你是霸气总裁，你下面的副总都不敢走，敬哲早就走啦，拍完讲话我就走啦，我还得等你到天荒地老。为什么他回去做新闻的哈？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新闻的务实，现实是这样。如果你希望什么画面露出，请你应该要在记者能够到，而且能够回去做新闻的时间，比如说每天早上的新闻一定是十点钟开记者会，请你不要九点，因为很多记者八点八点半才到公司，你九点他来不及，所以呢九点半或十点，十点最佳。第二个，你一定不能超过十点半结束你的记者会，因为他还要回公司捡袋子。所以什么东西会能够大量露出在新闻当中，就是你方便他们露出。像以前行政院的院会常常开会，一开一两个小时大家就不去了，因为他从中午11点半开到1点半，那个时间大家都在做新闻，所以没有记者在现场听，文字记者有啦。可是呢，各电视台他晚上的政论节目看中午的新闻，中午新闻没有这个重点，晚上就不会成为政论节目的主题嘛，因为政论节目下午就录啦。这样郭台铭董事长你懂了吧，我把这些新闻的务实告诉你了齁。你那一天的敬酒大家都知道，但之所以没有画面不是被剪掉，你想太多了，你可以写的破坏妄想症齁。大家都把郭台铭敬酒画面剪掉，因为根本不会 update 进去，因为那天已经是晚上了，白天已经有你的新闻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这个是有关于主流媒体通通剪掉的部分。再来，你一直跟大家讲民调不可信，这个基本上我认为也是一个反制的说法。我有那么笨吗？我有那么傻吗？对，我目的，我目的是协助赖清德吗？拍谁？郭董，你一定不笨，你是首富呢，赚钱一定最高，可是赚钱你很会。媒体你不懂啊，你要知道你在这么多的记者东门市场你发飙八分钟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些记者，你回去看画面我都看了，有没有？大家都已经是傻眼猫咪这种表情了。那一些记者，我今天要把最大的秘密告诉郭台铭董事长，全台湾最希望你当选的一群人，全台湾最希望你当选的媒体记者就围在你旁边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根本非常希望你当选。我只要讲做一件事情，你们就回去修理我，因为你们现在态度就是争取任何我讲错一个字，然后回去呢好让你们的老板有交差，你们这样才可以加薪。什么叫做讲错一句话就是老板好交差？要交什么差？媒体记者我刚刚已经讲完了齁，董事长，有的人是跑，像以前我跑过阿扁，跑一跑以后我是年轻的记者哦，菜逼吧哦，才刚刚入行，我跑阿扁，阿扁当选了总统府记者联谊会的委员啊，我进到总府里面有个总府记者证，我才刚跑一年，对不对？那里面跟我一起跑的有谁？有刘宝杰，有简于晏啊，他们当时已经跑了十几年了，可是我们就一起进到总统府，而且我还当干部，因为我跑的那个政治人物他当选了嘛，所以全台湾，来，我这样子讲，董事长你就懂了，好，用最强烈的讲法告诉你就懂了。中国时报偏蓝，可是中国时报里面有没有挺绿的？有，跑民进党的记者挺绿。自由时报偏绿，自由时报有没有人挺国民党？有，跑国民党的记者他就稍微偏蓝。以前你看像王思琪，像这个林楚英，他们都是 TVBS 联合报的记者啊，但是因为跑民进党，到后来变民进党的立委了，嫁给民进党政治人物了，这样董事长你懂吗？所以全台湾，我不敢讲全我不敢讲说全台湾的人啊，但全台湾的媒体记者最希望你能够好、堂堂正正走路有风，民调冲第一，准备入总统府的就是你身边这一群记者啊，你还在给他们拉政，说你们都在给我弄齁、哦、就回去以后给老板交差，他跟老板交什么差？今天他如果跑郭台铭，郭台铭当选总统了，我不客气的说，他们每一位都进到总统府成为总统府的主线记者，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多有风啊，不要让他们报稿报不过齁、哦、因为你的行程无聊也没有政策的时候，他每天早上去办公室报稿，今天去跑郭台铭什么行程，东门市场啊，会有什么政见吗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算了，他可能就我跟你讲只有五组嘛，只有八组嘛，还有人生病或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子 COVID-19 上班更麻烦，他就不要找人去你那一组了。你要每天，阿扁为什么红？阿扁以前三十几个助理每天让他上报，今天是这个议题，国防议题，明天要向郝柏村的话，大家切勿错过，都会跟媒体者保持好的关系。这群记者是最希望你赢的，结果呢在你的眼中他们居然是每天在弄你的人，你完全搞错了。那每一个媒体也是一样，蓝的蓝，绿的绿，媒体最大的秘密就在于齁，就是老板的朋友不能骂，其他哪有在管你蓝跟绿。第二个就是要收视率，就这两个秘密，一个老板的朋友不能骂，一个呢就是要收视率。因为我讲个例子好了，以前年代电视台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就是马英九被做出 9.2% 收视率的那个支持度的时候，他最常访问的宋楚瑜。因为当时呢，国民党的高层得罪了这个年代啊、哦、所以呢年代就找会批评国民党高层的啊、哦、这是其一嘛啊、哦、就是政治倾向。所以你觉得说可能这个自由时报或者是中天对你不客气，这个我能理解。但是第二点，如果你到这个节目当中，宋主席那时候去新闻面对面新闻追追追，每一次收视率都超高。超高我的特懂啊，如果你收视率很差那没有，所以因为有收视率所以就会继续邀请他、啊。所以你今天要让跑你路线的记者走路有风抬头挺胸啊，在每一家电视台在每家报社里面都觉得说我是强势路线，因为 looking forward, 我跑的郭台铭准备要当选总统了。所以以上所述这么多，董事长你不懂媒体，你完全搞错了。这些记者每天都想要让你的新闻上稿，因为你的新闻能上稿他的新闻就重要。你如果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政治人物，一个总统参选人，他们在电视台里面，在报社里面，其实就是过街老鼠，没有存在感。你强他就强，所以你应该要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，他们是唯一能帮你也希望你会强的人。在我们这个摄影棚，阿豪跟美姬一定知道，我不讲是谁，以前就有一个直辖市长参选人来，那因为那天来了很多记者都来，我就跟他讲说，等一下大家联访结束以后，你要记得去跟记者朋友握手，包括摄影记者，因为摄影记者在摄影机后面，文字记者在前面堵麦啊，大家认识，哎、欸，小华你来了，小明来，认识文字记者嘛？那摄影记者呢？就是长期在后面做苦工那一群，我说你要去跟他们握手，他一个一个跑去握。那时候摄影师的表情是这样 哦，居然对很少有人跟我握手、欸，哎，结果呢，握完之后，鼓用睡起来，他的新闻每次都正面的，一路选到底，他现在就赢了嘛，他就当选直辖市长啦、啊，一开始也不看好，这就是秘密啊。那你去呛你身边的，你有看到你的在旁边提问你，哎、欸，那个人是问你、欸，哎。健保什么的，你什么意见呢？结果你居然呛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不是要叫你老板来这个修理我？你要交差啊？”你看他的表情，傻眼猫咪，你看到吗？好、哦，所以董事长你搞错了、哦。第一个，你不懂媒体啦；第二个，你不懂人性，你不知道其实这些记者，好、哦，人性上他们是希望你很强的，因为你强，他们才会好嘛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不懂感动人心的。好、哦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做个结论了哈。哦，如果郭董事长你有看《三国演义》或《三国志》的话，刘备为何而起？刘备为何而落？刘备就是靠演嘛，靠骗嘛，靠感动人嘛。我讲的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哈，那可能不是史实，可是这个脉络下来，赵子龙七进七出救回阿斗，结果呢，是说阿斗我不要丢地上啊，所以后来讲说阿斗被丢笨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演给你看嘛。你赵子龙对我来讲比我儿子重要多了，你死了怎么办？就这个对不对？庶子干什么？不要了。结果呢，赵子龙到了最后他已经这个死掉之前从来没有背叛过刘备，骗吗？感动人心是不是？你今天想要跟侯友宜想要跟柯文哲合作，你懂不懂三顾茅庐？刘备就演嘛，又会骗又会演，跑去那个对不对，这个请问诸葛卧龙先生今天在吗？好，还被小书童赶走，去去去，我们主人今天不在，故意三次去以后感动他嘛。所以你要懂感动人心啊。而且媒体的务实，我告诉你，你身边是真的没人吗？我不觉得诶、欸。我所了解你身边好像有很多是懂媒体的人，我懂了他们都懂。可是说他们讲你不听啊。如果他们跟你讲叫你今天要怎样怎样你都不听，那就没用了。所以懂媒体是最基础的。不可能你们团队里面没有人懂。第二个，你要懂人性。你要控制你的脾气。你不是霸气总裁了。我的结论就是，郭台铭董事长教这么多的媒体记者怎么做新闻，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可笑的，因为你没有比他们懂媒体。但同样的，我黄伟汉要教郭台铭董事长怎么赚钱，那更可笑，因为你是首富，你懂怎么赚钱，我懂什么是媒体。但是显然郭台铭董事长三不懂，不懂媒体，不懂人性，也不懂感动人心。花更多的心思拉低你的身段，让你的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个样貌能够呈现出来，才能够感动人心。那郭董真的不懂感动人心吗？才不，你根本就懂，但你忘记了。你去买 BNT 的时候不就感动很多人吗？要不然你现在为什么有 10%？ 可是照此下去，你继续三不懂，你的存在感越来越低。其实基本上人家会说你参选赖清德就当选，基本上并不是在批评你，而是一种担心。你应该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票投郭台铭，台湾一定赢。感动人永远比辱骂会更有效。好，这是我对郭台铭董事长的三个建议。郭董三不懂，不懂媒体，不懂人性，不懂感动人心。请郭台铭董事长跟您的支持者
可以参考看看。以上是这个礼拜的微观观点，请大家订阅我们评观点 YouTube 频道，订阅分享开小铃铛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